开学搭讪大一学妹，因为偷偷闻了学妹给我洗的衣服，被学妹看到了，感觉再也没脸去见学妹，于是开始经常躲着学妹。干嘛？为什么躲着我呀？我没躲着你啊。因为我身上有。好闻吗？好闻吗？不是，刚刚那个人他撞的，不是，这你听我解释，不是。好了，别闹。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我生气了？没有。你，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我揍你了，我真的要生气啊。太好了，我觉得我和学妹又行，我想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午后林荫下的背影。好，哎对了，几点呀、啊、雨诺几点呀、啊、雨诺说了